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很多朋友啊说自己的肾阳之气不足，没有精神。其实很多朋友都忘了啊，现在啊夏季就这个季节，你去提升我们的肾阳之气啊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。而且你通过我今天教你的这个方法，能够快速的让你整个人啊变得更精神啊，肾气一下子就起来了。而且我今天教大家的这个方法，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好了。这个方法在以前是非常有名的，而且也不外传。好了，我们直接讲这个方法怎么去做吧啊。这个方法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？你早上8到10点钟啊，这个阶段，你甚至可以往前延一点啊，7点半到10点钟的阶段，太阳不是那么辣的时候啊，你面对着太阳，太阳照射过来，照射在我们的小腹上啊，面对着太阳啊，戴个墨镜啊，不要眼睛被刺伤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腹区啊，做一个什么呢？看，画圆，腿一定要是什么呢？腿一定要是微微的往下沉，甚至要往下沉一些啊。然后画圆，这个画圆也是有讲究的啊。怎么去画呢？啊，它是用我们的这个小拇指上面的这个关节，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，去顶在我们的一个腹部啊，去画。画的时候一定是由内往外往上提，它的这个劲啊，你看，往内啊，往内，然后一定要是往上提再下来，往上提再下来啊。所以它这个你看我做的这样，它其实有个内劲啊，就是使劲的把它往上提啊，往上提，微微啊收着一点气，收着一点肚子，对着太阳就这样做啊。很多这个男同志啊做，就每天这样对着做以后，他做一个200下到300下以后，他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啊，就是你懂的。然后女同志做呢，她小腹啊会感觉里面啊就是有一种生阳的感觉啊，就里面热热的，非常的好。所以这个动作啊，无论男女都可以去做啊。每天早上啊，这个8到10点钟，这个太阳对着我们的小腹就开始这样转啊，这样转啊，非常好的一个动作，分享给大家。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，每天早上去做一做。你坚持去做一个10天啊，你就会收获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惊喜。好了，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对我视频的观看和支持。如果没有点赞的，一定要长按视频下方的赞，长按3秒给我一个超级霸气的赞。没有关注的，一定要关注我一波，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啊非常好的养生小动作。谢谢大家。